先走这里。这边是解什么的、啊？这边跟我现在的 DLC 剧情应该不相关吧？对，的确是不相关哎、欸。哦，大概略懂略懂。这样子，把它勾住，然后。然后呢？嗯，好像又不太对劲欸。怎么办？啊，这明明就可以拉，为什么刚刚不行？我想说，我把这放下来没有错啊。对啦，这样才会有那个力道。我刚明明就已经跑过去了，我想说，为什么没有东西可以让我勾住那个滚轮？原来是我没有对好啊。所以说我原本的逻辑是对的嘛，对不对？他就会把前面那个给撞开嘛。哎，不对哦，我没有拉、啊，难怪漏了什么。喂，够了、哦，然后这边再把它拉开，好，嗯，这是什么刀刃 ？Yes， 现在可以开门了。开门哦！哇！真不敢相信，这完全是天然形成的。天然形成的。哦，新技能哦，入手入手了。为什么要晃成这个样子呢？搞得我头有点晕啊！是手抄本，内容是关于意志力的冥想。哎，安安你好，内在力量。如果在战斗中持续受到重大伤害，以画面变成灰色来表示，生命值会自动恢复，此立即恢复生命值的效果，每次交战只能触发一次。就等于说你有第二条命啦、啊。好，这边就只是单纯的一个那个拿技能的一个路而已啊。啊，这条路是专门来拿技能的。邪恶溪谷离这里不远了，只要沿着峭壁旁的那条木栈道走就可以了。对。这是祭司在弥撒时会穿戴的仪式衣物。破布，为什么那个打破石墙不可以打破木门？我不知道啊，游戏设定，游戏设定就是要你这么做。吓死人了！这里有个小型营地，看来外公曾经到过这么远的地方。你就快到溪谷里了。哦，快到了。等下该不会要打什么 BOSS 之类的吧？我知道了，等下要打克雷多斯，完蛋了。我们要做好被虐杀的绝望。他的小孩很残暴，这样子。You not ready？ 追赶外公。那我们到了，到了。纳迪亚，我想找到邪恶溪谷了。这一段我好累格哦。确定是不是巴巴雅嘎？但这里一定有什么东西。巴巴雅嘎，小心点，这是他的地盘。纳迪亚，我的外孙女。哦，外公的日志。你已经知道我要进到溪谷去杀了那个名叫巴巴雅嘎的巫婆。
呀嘎！我是为了替你的外婆报仇。我们的山谷里出现新面孔，是一群开着直升机的武装分子。正三一吗？我不知道他们要的是什么，但我知道，如果我要行动，这将是最后的机会。哎，杨哥你好，你有权利了解真相。罗拉声音好，知道事情的缘由。你的外公不是什么聪明人，我是为了你外婆才努力成为一个好人。但事情并非总是如此。我来自西方，那里就算是一个小村落，都住有数千个居民。我是个懒惰的年轻人，入党的时候还梦想着能在大城市的办公室里过上轻松写意的人生。有这么长吗？这个他们派我来到这个世界的尽头，看着男男女女从事劳役挨饿死去，并且加入施予处罚的行列。好，看到字了。我知道这些是恶性，但不知道要怎么反抗，直到我遇见了他。遇见了他，就是在讲那个巫婆嘛。没有，他讲遇见了他，应该是那个他讲他外婆啊。刚回台大，要打洛基哦，完蛋了！我们绝对打不赢啊，我们没有神明的力量呢。真的要打战神，讲的好像真的在玩战神一样。Loki， 你在哪 ？Loki， 别怕 Loki 啊！怕到先存档。第一次看老头吃东西哦，有很意外吗？就是一般人会做的事情啊，不是吗？有两条路让我选，我先走这条看一下好了。这条很显然的是从外面才有办法通过的。打王喽！这什么？与当地年长男性首次接触的时间是在7点钟。起初我们以为他要参与一场突袭设施的行动，但他逐渐远离，穿过一座地图上没有记录的峡谷。在像，哎呦，别有洞天哦！我怎么咳嗽了？这里弥漫着某种花粉，花。完了！ SOP 流程要被迷奸了。事情不太对劲，我的头好晕。哦，糟糕，这是妙花种子的花粉。哇，阿伯迷幻我了。我一定是在做梦，不是真的，不可能。他产生幻觉。产生幻觉了。我得继续前进。好，有没有嗑药？有没有带你进入嗑药的世界？就长这个样子。吸毒万万不可啊！罗拉，不，阿爸，你在底家？不，等等，会不会有东西突然跳出来吓我啊？等等，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条路会通往哪里？我来这里。这不是真的，不是他。爸，拜托别说了，求求你。啊！干你老师嘞！操！糟糕，我得赶快离开这里。妈，吓死人了！我很冷静的在装镇定，你他妈给我从这边跳出来！啊，丢超大力的！我很冷静，好不好？一定要这样子吗？不对，这不是。吓死了！
别了。既然对我来说为时已晚，不，阿爸。哦。哇。是谁？过来看，来看，过来看。哦，果然有收到哎，会走路的霍尔的移动城堡。这不可能是真的，这只是传说。小姐姐，罗拉，抱歉，没办法回头了。你会死在这。这到底这个 DLC 是故意来搞个科幻的剧情是不是啊？超科幻的、啊，应该不算科幻啦、啊，有点那种就是，啊啊！吓死我了，有那种北欧神话的感觉。直接爆掉，一枪就挂了、欸。啊、会死，别！有完没完？天哪，这……哦不不，这不可能！哇！罗拉，罗拉，听得到吗？你在吗？我想我还在。怎么回事？一开始你一直咳嗽，还说什么花和花粉之类的，然后就完全没反应了。我以为女巫把你杀了。我应该是产生了幻觉，绝对是幻觉啊！希望这是幻觉。幻觉？溪谷里面是有一种会让人产生幻觉的花，可是效果非常薄弱。收集线索。我看见沟渠和管线，从外表推断是苏联人的。这一定是苏联人研究遗迹时建立的哨站。我觉得这是苏联人的阴谋啊！根本没有什么，根本没有什么巫女啊！那是外公最后一次见到她，唯一的生还者是一名军官，他在几个星期后连滚带爬的逃了出来。女巫，硬生生女巫逼迫他们做事。女巫，我觉得啦，你看像这些设施，我觉得就是用这种。故意制造这种花蕊有没有来让我们产生幻觉，根本没有什么女巫。最近有人在这里活动过，好像在遗迹的顶端建造什么。你看到什么？某种临时蒸馏室，闻起来有香的味道。哦，我想也知道他在提炼花粉作为武器。纳迪亚，这不是魔法，只是聪明人使出的诡计。诡计？但是等等，如果他只是一般人的话，应该也会受到花粉的影响吧？他已经戴防毒面具啊！抗花粉的效果，那我们也能。不是说产生幻觉就用身上一个伤来保持清醒吗？哦，我终于知道这怎么做了。这样子，这把它绑在这里。然后把它撞开，拉到底 ，nice， 有过了。
自从这帮混账拆散我、艾凡跟女儿，并将我从古拉格劳动营拖到这奇怪的溪谷后，已经过了好几周。他们要我想办法对付漂浮在空气中的花粉所引起的异常效果。这人是谁啊？此刻，我相信我发现了可能会有用的配方，朱连囚犯做的研究笔记，一种该植物种子荚的萃取物。拿它来试药，这样。我找到东西了。其中一名囚犯写下了应该可以抵抗花粉效果的配方，一定是我的外婆。女巫杀了她，但外婆还是救了外公，就跟她说的故事一样。好，纳迪亚，罗拉，有信心一点，快回到我们碰面的苏联设施，我会帮你找到你要的东西。反正我觉得外婆绝对，我不是啊，不是外婆啦，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女巫这回事啊。反正我觉得那都是假的。但是我差点连命都没了。那就像透过碎裂肮脏的镜子观看一部童话一样。光头哥在埋伏笔等你晕倒。虽然我的理智告诉我这一切都是想象。你会怕吗？还好啦，这不算恐怖游戏啊。某些画面恐怖而已。哇塞，这是怎样？一整片粉红色的，好，我们可以从这边顺回去了。我们现在的状况是我们要回去嘛，对不对？在这里。邪灵入侵是吧？通通都是幻觉。会再出洞窟那个游戏吗？之后吧，这个先把它破一破再说。先破这个，等一下、喔，看一下我的东西，我刚说到什么 ？OK， 没事，继续。好了，纳迪亚，我回到设施了。你建议从哪里开始找起？好，首先是种子荚，那附近的洞穴里生长着花朵，但数量不足以造成身体不舒服。应该能够安全地进行采集。肝脏比较好办，附近的路以花朵为食，你只要寻找他们的踪迹就行了。肝脏比较好卖。至于杀虫剂，我想到有个地方可能会有，外公教过我二文。我靠，这边的路是不用钱啊，看看能不能找到他们存放杀虫剂的地点。找到了就立刻告诉你。出不用钱的。好吧。哇哇哇哇哇哇。妈，累格还有射不到，跑走了。我们先往前面这个地方走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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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变人结束了吗？变人已经结束了，结束很久了。哇，没有子弹！我操！敲死，敲死你！差点死掉！没有子弹了，没有子弹了。哦，找到了，只需要种子荚就行了。就这个种子荚。罗拉，你一定要听听这个，我帮你连上信号。沃尔沃火力小组还是下落不明，自从遇难讯号之后就没有收到任何讯息，我们得派出搜救小组，在苏联设施附近继续巡逻，看看能不能找到那个当地女孩的踪迹。她跟 Bravo 火力小组的失踪应该有关联。在派更多人马过去之前，我们需要更多的情报。收到了。你有地方可以躲吗？我躲在一间老旧避难所。怎么来找我啊？你在外面设置了一些陷阱，如果情况危急，还可以从底下的通道逃走。但我还是得继续查看清单。罗拉，
家常便饭吗？我不习惯这样，不习惯有人想要杀我。我不认为这是个能习惯的事。总之，我不习惯有人杀我。这个很好。我不习惯有人杀我，这种感觉我很不好。在讲什么干话？不断告诉自己，那是因为我当时还年轻，还无法理解。为什么我听到他们说不知道这什么物质？我们也许喝喝看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感到自己跟他之间出现了一股联系。神农氏尝百草啊，大概是这种概念，好不好？神农氏尝百草的概念。走到这个地步，但我知道他就在我身边。神圣之源，神农氏尝百草。拉掉，有了哦。我想先看上面一下有什么。纳迪亚说，化学物质在下层区域，应该是错过了。呜、这附近又有古墓挑战，一样的信念，他也牢笼，他们就像动物一样。哦，把他们关起来，他们就像动物一样。我觉得拼图的颜色拼出来可能会是苏联国旗。哎，有人哦。资源，但看来叛乱在不到一周后就发生了。工人们终于受够了，对吧？哎呀！哎，阿总没事。干 ！What happened? Good. Good. 我刚是没有点火。我刚没有点火啊，八七，他死了，我还没死哦。我想说，刚丢下去怎么没事？他怎么没有自动帮我点火呢？太过分了！我以为他帮我做好了，我就顺势丢过去，奇怪没有起火，搞毛呢？要不优啊？死掉人，全部都变成骷髅头了。又一面苏联名牌。GT620跑不动。这款游戏的画质其实可以设定啦，不一定要用最高。我现在是用 D12 在跑 ，D12在跑啊，有点卡、啊。蘑菇。苏联的英雄勋章，这是英勇作战的最高荣誉。最高荣誉，有啦，会有记录档啦，不用担心，我会慢慢捡的。哇，这么酷哦、喔！其实我只要去下面拿东西而已，我居然拖这么久。走的根本不是该有的剧情走向。我操！
越走越远了，有没有？注意哦。这是什么？铁锭，那是煤矿吧？看来我们挖到宝了，这里有许多古文物，全都符合苏联人情报的描述。哇，有人！你说毒箭都不用一下吗？确定？忘记用了。Fuck you！有人吗？没有人了。嗯，只是跳这里啊。明天一样会直播吗？不一定欸，看情况，看情况，看情况。下面有东西，算不想捡。哦，原来这有绳索。再插一个就可以做复合弓了，太棒了！我受到攻击了！哎，居然没中！嘿嘿嘿，这在干嘛？过来啊！完了，要放不下了。危险，危险！哇，没中！还有人吗？我看上面。一枪入魂，差一点，我跳过去。跳下去必死无疑啊！别想不开。可以送我显示卡吗？可以啊，你先把钱拿出来，我就送你，好不好？拿出你的钱，我就送你，这么简单。哦，原来这里是从这边来的、啊。我现在越爬越高哎、欸。
哇，这个地方我没有那个，没有燃烧品。曾经接过许多游走于法律边。哥没有燃烧品，尴尬了。我会，有了，结束。我给你买1080显卡的钱，你再送我。啊，这样是你亏本呢，想清楚哦，亏本哦。一个绅士的小药盒，上面有慈幼垂子与镰刀图案。嗯，这个，嗯，找不到隐藏点啊，这个。应该要反过来这样看吧。怎么找不到隐藏点？看正面，把它导正。看这样子。里面还有残渣哦，嗯，安非他命，里面还有残渣，哇，可以再晃了，天哪，好恐怖哦。新功哦，我们已经解除了复合功了。我去救他。货物清单显示，苏联将这个地点最有价值的古文物都存放在这个保险柜内。我们把它打开吧。谁有汉剧？遵命。好，剩下的人听着，不要乱碰任何东西，把找到的古文物都记录下来。嗯。没错，最后几份报告显示，他们在刚找到这个地方不久。就把任务终止掉了，叛乱一定在之后的混乱中发生了。嫩，一发入魂，有没有？回去看你阿嬷吧，你。嘣！哇！瓦斯外泄，会爆炸哦！他要来了啊！讲得好，讲得好淡定哦。哎，来，杀到自己了！